我今天是派人来开箱的，你想要开什么啦？你要干嘛？今天要来开箱。你给我椅子弄坏了，啪一声。我怎么这样？哎、欸，你这很过分呢。我看到你怎么了？你确定没有把我椅子弄坏？没有啊。哦，没有，还好。有啦，那边裂开了，你看。哪里？没有。哪有？明明就没有，那个是木，没有啦。你下次不要做错误示范，爬到椅子上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撕肯用木真的不容易。开箱。哎、欸，跟你一样高哎。对啊，超级高了。开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。那个有的已经开过啦，我只是没把它收好，都开过，都开过，全部都开过。先开这个啦。不相信，这个就有东西啦。哎、欸，我其实已经有点忘记那个里面买什么，不然所以食盐水注射一个嘛，你干嘛买生理食盐？哎、欸、妈，不然你看看那是什么啦？开大箱之前开一个小箱。你现在自己也不敢跟我讲什么？全家中盛店，你怎么买？啥？啊，我知道你买了广告纸。才不是嘞。这个是检测分贝数的啦，我想说有时候开箱要开，比如说空气滤芯机什么的，就需要一个检测分贝的。你知道这个我只有看过有一个地方有用过，哪边？就是有时候不是会重力玩大，然后就比看谁叫的比较大声，然后就要打开，然后说重力玩很大，就这么。那么来比比看，到底要干嘛？这根本就没有用，对我来说。我来比看看谁比较大声。有，哎，有电池啊。好，你打开看看。什么啦？你先。一边石油气。不是啦，不是这样子用的。才八十几而已，你叫一个最大声，看可以到多少。是，等一下我喉咙坏掉。那你叫一个看看。好，开始。啊！那才一二。好好哦。啊！刚才挑98而已，好烂呐！你的声音比较高，这个东西真的很有用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有，你有时候就是，比如说你要测，比如说你买一些。好，我们开箱了。今天要开始 departure， 呵呵，我很期待。你下一趟旅行要去哪？我要去冰岛。去冰岛？去老师哎、欸？去没有？下一趟旅行要跟去义大。对，我要跟义大一起去冰岛。去义大，如果义大找我去，我会考虑啦，一起去。义大有频道，他现在偶尔也会看一下我的频道，他们真的很厉害。我们要去义大，六月端午节我要去义大，六月底要去那个大阪，因为我们岛要先开行李箱。对。已经有人在留言告诉我说，他好想看我们异形箱的开箱。真的，我已经看好几个人了。对啊。你开好了吗？等一下，因为我手很酸。哎、欸，其实也没多酸。哇！这样才叫开箱嘛。哎、欸、妈，我觉得这有一种那种脱内裤的感觉。你很色哎、欸。真的，哎、欸，这个感觉真的。你很色，把它脱掉啦。有那么一点。好，剩下我不要介绍，我只做看。哦，太大声了。信箱就是要有这种声音，不要怕摔。OK。这种东西，我们这次的音箱是买黑色的。嗯。哇，我超期待这一卡，这个超棒。好，等一下啊，我现在先把你套起来哦。期待。哎、欸，真的有超期待的。我刚好赖，会不会是我想？我先看一下。你要开了？我要开了。好，密码几号？密码应该还没锁吧？哦，还没锁，还没锁。这两个洞要干嘛？开了。好。1、2、3。哇，我们还有一个哎。怎么还有一个？要把它装在一起，那个登机箱。登机箱。先把它拿起来。那你要先介绍大的还是小的？当然先介绍大的，我喜欢大的。难怪你会喜欢我。好，我要拿喽。好。哎，如果你这个超酷的，如果你去大陆啊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样比不准。如果看我频道就知道，我办公室一直有个坏掉的行李箱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，这时候就很好用了。这个是几寸啊？27还是29？28。我们买异形箱是几寸啊？29。对，大一。你比一下大就知道了。对，可是你看，如果你买的是这个，你可能就合不起来。我合看看。你不行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合不起来哎，所以它最大优点就是可以装。你可以装一些比较高的。也许什么，你算起来空间一样，可是你这个变成是哎、欸，看到没？欸、真的哎。它比较高，很适合购物组。哎、欸，不要再买了，真的。非常适
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它空间上的。这一卡如果之前有看我频道的人就知道，其实这一卡我已经用了应该有十年了吧，至少七八年了，对不对？它的轮子坏掉已经破掉了，可是这一卡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卡，我很喜欢它。我们结婚那时候，结婚没多久之后就买。我们是先买米奇那一卡才买这一卡，没隔多久就买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所以啊，你看我们结婚十年嘛，他可能顶多。哇，你很衰，跟我结婚十年。十年呢？你没听到那天那个阿姐她说结婚十年不算什么，那都很短。那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最主要我觉得它就是形状不一样，然后它这一卡跟这一卡有一个很大不同，它是硬的。它是不能凹的，可是像这个是软的。我跟你讲，它是 LV 等级最好的 PC 哦。可是我以前一直觉得硬硬壳箱很帅，可是硬壳箱最大的缺点其实就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塞东西。对，就是有时候你东西衣服多一点，对，其实就没有。有一些东西可能比较蓬松，你这样子装的时候，它就会稍微比较略显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就逊色了一点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它这个扣环的质感很好哎，还不错。它这个扣环的质感，听一下这声音，敲一下敲一下，看一下。对，那扣环质感非常好，很漂亮。啊，除了这个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。哎，没有。它中间还有，你看它有附一个衣架。衣架。对。可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实用。衣架。每个行李箱都有附，我都没有用。对，可是因为我们都会习惯带自己的衣架。对啊。对。看一下它的隔间啊。隔间它是这样子。哇，这边有，我喜欢这样子，让东西不会跑来跑去。嗯。对，像我们这个是没有拉链的，就是没有。它最摇来摇去啦，要把它扣起来，比较会跑来跑去。哎，这样子就不会跑来跑去。它这样子就是至少它确定它会在这一区移动。那像这种，它有时候可能就会从旁边跑出来。哦，对，这样子很方便。像我们上次去日本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这样拉起来，然后呢就会有，我比如说我们买一些比较薄的卡片啊、CD 什么，它就比较容易从这个缝流出来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滑。你知道男生对网状都要反应的，这个网状我好喜欢哦。然后这边它是两层。哦，这边跟那边一样嘛？不一样，这边是透气的，这边是全部封起来的。哦，这个看得到底下啦，这个看得到底下。啊，这个看得到底下是看不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，就是提供你不同的需求啊。哦，两层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套子？我最喜欢套子了。这是套，它好酷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皮的耶。这质感很好哎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嗯。哇，非常好。我可以在上面找人家帮我们刻，对不对？刻一个名字。就是、我爱老爸。就是翻牌，以前皇帝的时候不是要侍寝的时候都要翻牌吗？这边就刻老爸。那今天我就翻他的牌，他就陪我睡。啊，这行李套，这都大家都一样，那边不用。好吧，不一样啊。我们看一下行李套。套子不就是那样子？哪里？人家有橘边条。他套子比一般的好哎。对啊。它还有包下面，真的不，一般都没有包下面，真的不愧是一万多块行李箱它还有包下面，对。妈，这個、我感觉这个给你儿子穿，你刚跟我想的一样，我们两个怎么那么坏？我们好恶劣。每年万圣节的时候，他如果要跟我说他要干嘛？你看，打开给他，你先穿一下看一下，你穿一下看一下，看明年你儿子可不可以穿？一定可以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，会很像吗？不会。可是没有手啊！哎，有手啊！哎，有没有看过那个在施工的时候，不是都会有一个施工的时候，不是都会有一个工人拿一个那个这样？超好笑！你知道吗？叫拍谁哥施工啊，那个东西，你知道，就长差不多长这个颜色。这个蛮透气的。我最喜欢的还是轮子啦，我真的觉得，Departure 我觉得最厉害的，真的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轮子。他们轮子啊，你推过一次就回不去了。这卡我喜欢，盖起来。不过异形象有个缺点，就是它颜色太少，有两个颜色嘛，有个颜色要预购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黑色，一个像暗红色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灰色，然后灰色现在是要预购，现在已经没货。对，这个箱子是比较低调，那就是你去日本买太多东西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被发现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哦，它是怎么扣的？扣一下，它是这样，然后把它塞进去一下，它有一个角度，嗯，好，我转好 ，OK， 反正就这样，你等一下就是你就准备啊，咔啦，哦，还不错哎，然后你按一下。它就起来了。对，我喜欢用密码的，我喜欢用钥匙的，因为它会把钥匙弄丢。对，我喜欢用密码的，就解开胸罩那种感觉。你很无聊哎。
我们的频道现在好像很多小朋友看，我们一直讲那些有没有的。不是，我那天看到一个留言，他妈妈说他儿子两岁，每天都说他要看老爸，你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样不行哦。从小就教他怎么解胸罩。对，这样子不行。可是这也是早晚都要学的。我跟你讲哦，18岁开胸罩的时候，你如果一开这样开一个。这个不错哎，这侧边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，这个我喜欢。可是还啊拿这边也比较哦，因为两边这边拿不到重心呐、啊，然后你这边比较拿得到重心。它有三个把手哎，一个两个啊，还有一个在哪？三个哎，上面有一个三个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把手哦，不错吧？不错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位，你要学肾结石啊？肾结石都说好，下面一位。哇哇！马给！我听下俩，好不好？点好！好，我在。尽量不要踩踩够板。好，我在。Just wanna be with you till we grow old. Please tell me you'll stay.